吗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是这家的邻居，他不在家的时候都是我帮他签收的。哦，那你帮忙签个字可以吗？好，这里。谢谢。亲爱的老婆，今天也要想我哦。Love from 云真。那束花不是。花里好像有附带卡片吧？没有。哦，那我看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一套。哎，我是在不撞衫家买的。我也是，我大多数时候也是穿 M 码的，你懂的，胸围可能有点紧。你男朋友吗？不是不是，他是住在21栋的邻居薛林桥，哦，他是23栋的邻居白露，我们俩的衣品很相似哦，可能上辈子是姐妹吧。白露你好，我们是邻居，以后要帮忙尽管说。你会修水龙头吗？会。走。啊！改锥。哇，不愧是之前开书店的。田小姐，可乐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你这房子好大呀，你爸妈平时不来住吗？我父母已经去世了，我是独生女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已经是蛮久之前的事了，我都快不记得了。那你其他亲人？没什么亲人了。嗯。对了，你家罚单贴到我家门口去了，现在滞纳金很夸张的，你最好上网交一下。栋栋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栋栋，你们有来往？对，没想到栋栋也是一个黑客，我们可以交流一些有关于电脑安全的问题，还有如何编写伪装墙的木马病毒。栋栋那个便便侠的病毒有一些缺陷，我帮他完善了一下。他这么聪明，做助理真是可惜了呀。对，可惜了。生料袋在哪里？我去找。这位大姐到底会不会聊天？
田小姐，我那天碰见白鹿晨跑，又跟你撞了。所以呢？据说衣品相似的女人，对男人的眼光也差不多。所以呢？你说白鹿会不会也喜欢上大小哥啊？什么叫野？谁还喜欢他？当自己情圣，还住在自己前女友家对面，偶像剧看多了吧？再说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本来跟我没关系，但因为跟田小姐有关，就变得跟我有关系了。我已经决定好了，不管田小姐变成什么样子，我的职业生涯就是要服务好田小姐。行了行了，涨工资的事情免谈。没看到我现在都接不到合适的工作吗？别偷懒，快骑马去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拉着你一起锻炼吗？我们要增强体质，杜绝昨晚类似的事情发生，彻底断绝跟邻居大哥的关系。啊！可我还住在对面呢。冯助理，邻居大哥收你房租了吗？那邻居大哥是为什么搬过来的？你不是说了吗？因为你怀孕了。所以说，是因为我的关系，邻居大哥没有收你的房租，那是不是就应该算我给你涨工资了呢？不对啊，田小姐，因为住到对面去，我的工作时间也延长了，双休日也没有了。哎，田小姐，田小姐，田小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手机也没带。小杨哥刚刚打你电话。我去找白鹿闲聊了。这么快就去刺探敌情了？你那是什么猜到大便的表情？你们什么时候这么亲密了？上次他家水龙头坏了，我去帮了点忙。水龙头？嗯。幸好是你去，不是邻居大哥去。邻居大哥怎么了？他很会修水龙头的。你演偶像剧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嗯。这男人去女人家修水龙头，水龙头一定会疯狂的喷水，然后把双方都淋得湿淋淋的。只要一失身，在男女对方的眼中，就像是加了滤镜，性感度直接 up， 就好像对方在你的面前大跳夜舞一样。然后，他们就会迸发出火花，一见钟情。不知道，没演过。那不是女一号的戏吗？哎，田小姐，不用给小杨哥回电话了，他想问的事儿已经问过我了。虽然我没有跟你一样的能力，但也不要小瞧一个警察的观察力。田静直的演技果然是没怎么进步。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坚持送小侄去医院吗？因为你明白，只要有我在，他的身体根本不是问题。毕竟，我的血治愈过你的绝症。为什么回来？而且还住在小芝家对面，放心不下，所以就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出现会给小芝带来很大的麻烦。有麻烦的话，解决掉不就可以了吗？小燕问你要邻居大哥的新号码。你就告诉他了，他都查到大乔哥住在对面了，我不说他也能查到呀。大乔哥，邻居大哥。哼，
田小姐，你这称谓变得也太快了点了。本来说好做朋友的，就算邻居大哥是因为孩子回来的，那也完全不影响啊。怎么不影响？交朋友是要看人品的，他那是恶意的隐瞒。可你也没主动说呀，算扯平了。扯平？我这是善意的谎言。田小姐，你不会是想跟邻居大哥重修旧好吧？冯助理，注意你的用词。死灰复燃！闭嘴！给我扎杯火龙果汁，我要去籽的。明明就是不死心，还叫什么徐爱婷？别说你。